强强联手开拓市场，美国的豪华家电家具商场近期跟亚洲的超市签署结盟协议，开拓业务，为了更多的亚裔社区来提供全面的服务。Teletron 与全国最大的亚洲超市之一汉亚龙超市 H-Mart 签署了结盟协议，借由这项结盟，两家公司将携手合作，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来提升顾客的生活享受。首家芝加哥地区合作店 Teletron Luxury Lifestyle 店将于5月5号上午10点在伊利诺伊州奈奥市的 Super H-Mart 盛大开幕，开幕的头四天将送出数以百计的精美礼品，并且在5月7号下午举办一场免费的庆祝音乐会，以感谢当地的民众。我们的 Teletron 与 H-Mart 在美国各州会另开几家合作店然后还有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，除了 Inara 以外，还有真皮沙发意大利的 Nicolet 以及意大利制造的床组床垫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劳斯莱斯之称的 Monogram 厨房组冰箱洗衣机烘干机以及 OLED 电视，然后还有各名牌的小家电在半年之中呢，到今天我们已经买了总共是18000台 Inara， 18000台是不过小的数目可以说我们刚刚从 Money Park 那边开了一年半，那个大西洋强场那边在短短的时间呢，我们也差不多修了700台，算是很理想。Teletron 是一家定位于服务美国亚裔社区的豪华家电家具商场，专精代理提供世界第一日本制造的 Inara 物理治疗梦幻按摩椅，世界顶级100%意大利制造的天然材质床垫，以及真皮沙发椅、餐桌椅，还有厨房劳斯莱斯美称的 Monogram 厨房组具，以及各式的高品质电视、洗衣机、烘干机等产品。全面的服务就是要带给您高品质的生活享受，让您全家生活更美满。Teletron 与 H-Mart 计划在未来数月内将继续在伊利诺伊州、佛州、新泽西州、纽约州、麻州以及华盛顿州开设更多的合作分店。关于 Teletron 的详细信息，您可以登录官网或者光临门市店进行咨询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